Hello, 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อ๋อไฮอิงราชุปรีราชธานีนะครับ是讲广东话咁劲嘅，啊系我诶，我吓介绍翻先啦。超强嘅频道咧就系教好多语言啦，同埋咧讲好多有关泰国旅游嘅嘢。咁所以今日咧我邀请佢上嚟咧，就同我哋介绍下，好多人中意去泰国旅游，好中意去碧斯。我知道啊，有好多嘢买噶嘛。咁我而家揾一个泰国人嚟同我哋推介下，有啲乜嘢系要必买嘅。OK，Go。你真样？喂，如果在泡面区的话，那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个，它就是来自妈妈的 OK 系列海鲜泡面。哇哇！泰国最近系咪好流行呢个食咸蛋啊？咸蛋系泰国最出名嘅哦，真噶，最出名嘅料理。咩都可以加啲咸蛋，真噶？咸蛋雪糕、咸蛋奶茶，系啊 ，new tea 啊，真系唔得啊！我闻到好香，有一啲啲辣，系啦，佢个份量一包唔系好多嘅，跟住咧，但系佢咸蛋嘅粉系超多，另外有一包咧系辣粉，个辣酱咧唔好加咁多，因为好似好辣。系啊，因为泰国人啊，好中意食辣喎。哦，系喎，咁我事不宜迟，试下先啊。事不宜迟啊！事不宜迟，试下先。嗯，好辣，好食。嗯，好辣啊！就系。嗯，喂喂，咸蛋味嘅公仔面系我第一次食，我估唔到系咁好食啊！我其实啱先就系加咗半包辣酱，已经我觉得已经有啲好辣啦，但系个成个咸蛋味系超香。好食，好特别啊，系咪？好特別，呢個都冇，好似係泰國先有啫嘛，係咪啊？啊，係啊，泰國得一個。Oh my god！ 咁好食啊呢個，買呢個可以買，我認證好食，即刻下一樣。現在介紹這個是無意間在 Seven 發現超好喝的紫米豆奶。其實呢個我第一次飲啊，唔係我自己買嘅，係我哋嘅 friend 嚟噶。係啦，呢個係我哋嗰陣時去食飯啊。跟住你要知道咧，泰國嘅便利商店有好多嘢飲埋。阿雨婷，佢就嗰陣時見到呢個好似好好飲喎，就攞嚟試下。跟住我就全部人一飲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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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冇想過佢都咁勁喎。係啊，係你估唔到係咁好味，一個紫米牛奶可以做到咁好味。紫米嘅味系超浓、超入味，唔会好甜。嗯，真系真系，因为我都唔中意饮太甜嘅嘢啦，呢个都系啱啱好。你咧，如果朝早咧食早餐，食面包，系饮一杯个咧，真系好好味啊！呢个我两个私心推介。下一个，炸弹。这边这个是最有名的红茶绿茶，哇哈！这个咧成日见到嘅好多泰式奶茶都系用佢好出名。系呢个品牌叫做 Chadamu， 泰国最出名嘅，哦，第一名嘅。我之前咧就系饮过红色，所以我今日就买咗盒绿色嚟试下。咁但系我要俾大家见下咧，佢冲出嚟系咩样啊？啱先冲嗰阵时吓死我，这个呢是绿色，是超级绿，超绿。这个已经是冲第三次了吓，佢第一次嗰阵时绿到咧，佢中毒咁啊！但系唔使惊啊，呢个就是飞机用。哇，呢个味好好奇怪，我未饮过呢个味。奇怪咩？你可以试下，我试下佢原味先 ，OK？ 点啊？点啊？好似泥胶，胶，就是泥胶。未嚟啊？超窄啊！哦，粘土。哦哦，粘土的味道。啊，粘土味道。系咩？通常咧，我哋会加啲糖啊，加啲奶，加啲糖。呢个咧就系红色嘅。系。红色呢个我之前饮过啦，就冇泥胶味嘅。啊。绿色很粘土味的。经典奶茶。嗯。好香，紅色好好飲，好啲嘛，係咪？紅色好好飲，你唔使加奶飲，佢已經覺得好香，好好飲。但係我綠色啱先已經加奶啦，係試下加奶嘅。唔驚，愛愛，好好飲啊！我係唔一樣嘅，好好飲啊！呢個咧加啲奶咧就變咗呢個啦，就係奶綠，跟住你加少少糖，超好飲，都 OK， 但係真係唔好單飲。
然呢、這個絕對就可以單飲都好好味。OK， 下一個。讲到芒果干，一定要买这种紫色的，看起来包装很丑的芒果干，有人居然可以一天之内嗑掉十包哦。哇，好未食過喎！泰國有好多芒果乾，芒果乾，但係有咩特別咧？呢、這個啊，這個、呢個咧，我都好驚啊！因為咧，佢嘅包裝睇落去好似麻麻地啊，好冇誠意啊！好冇誠意啊！好冇誠意啊！佢芒果係綠色的，綠色嘅青芒果。果乾唔係黃色嘅，係我有一個朋友，佢每次都要叫我帶呢個分類俾佢。哇！我都唔知道點解咧。你有冇食過？你有冇食？我冇食過咯。啊，你有冇食過啊？試下先，試下先。佢個感覺係同埋佢白色啊，佢唔係青嘅咩？嗯，咩嚟㗎？我中意啊！你中意啊？我中意啊！真系咩？佢完全唔系嗰个黄色嘅芒果，黄色嘅芒果大家都要知道啦，要咁样咁样咬噶嘛，佢系好脆，好爽脆，直接咁就咬得断，跟住之后咧，佢系咸咸地、酸酸地，少少甜都要少少咸。你唔中意食咩？我中意食呢啲咸咸地、酸酸地，中意食嗰啲话梅啊、咸湿嘢嗰啲咧，呢一包你会好中意。送俾我啦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哇哦，有好多乐事哦，这边，这边的乐事哦，都是泰国限定自己的口味，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海鲜，哇，又系咸蛋，又系咸蛋，呢个系 Lay's 嚟噶，乐事，系，佢有泰国限定味，嗯，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，试下，哇，闻下先，闻下先。哇！天哪！我的天哪！跟着韩国里奔跑。Oh my god！ 好香啊，黐线。好咸蛋啊！佢成个咸蛋黄咧包住晒你成个薯片。用一个咸蛋。用一个咸蛋做出嚟嘅。我以前食过其他咸蛋嘅嘢嘅，但系嗰个咧嗰啲咸蛋系冇乜味嘅。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咩咸蛋炸鱼皮，但系冇乜味嘅。但系呢个咸蛋薯片咧系好入味啊，好正啊！点解台湾冇嘅？系咯。哎，OK， 有一个。烧香饼干，在泰国的风味里面呢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香蕉口味。我相信大家都要睇过呢个 brand 啦，啊小红小饼干。咁咩口味啊？呢、這个 banana 啊，呢、這个其实咧系泰国有山竹特别嘅口味，呢、這个就系 banana 嘅芒果，都要大家最爱嘅榴莲。啊！榴莲，唔该。OK， 我而家试下，我一打开已经闻到好大阵嘅 banana 味道。哇！你中意食香蕉，你冇理由唔中意食佢咯，系超级香蕉，劲香。我本身对香蕉还好，但系咧我食咗佢之后咧，我觉得呢个都好好味，我觉得 OK， 我会中意食咯。好似香蕉系你嘅口中。爆开来的！哎，我这个是小朋友都可以看的一个节目。哦，我知啊，香蕉爆开来，咩啊？香蕉呢个咧就系好多人买嘅，嗰阵时我去买嗰阵时，已经好多人喺度抢紧咯。你睇呢个包装，你可以送俾人，送俾人都好好睇咯。泰国先有啊，同埋好好味。最后一样。酸枝糖比那些甜甜的糖果还要好吃哦，因为它酸酸的。这个呢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呢这个都是我的童年的。真的？是啊，我小 baby 的时候，我哭的时候呢，我妈妈呢都会喂我一粒。我就唔咸啦，啱啱有甜嘅，又咸有咸嘅，而家咧系酸嘅。佢系酸噶？酸嘅酸子糖，你知道呢个系咩咩咩水果咩？豆果？唔系，叫做罗旺子。罗旺子？怎么那么像？我那时候，这个是罗汉果汁。罗旺子。罗旺果汁。罗汉子。罗旺子。罗旺果。我了。
点啊？我同你讲啊，呢个内有乾坤咩？内有乾坤，内有乾坤，内有乾坤，得得得，内有乾坤，内有乾坤。你睇呢个图片啊，呢个系外面嘅，外面嘅硬嘅，入边有啲汁系嘛？系，我而家咬。哇！哦！哇！我冇食过呢只味，好劲！第一次食系咪？同埋佢入边咧，唔系嗰啲汁逼出嚟噶，佢入边好似咧啊 jam 嚟噶，烟烟银银，烟烟银银啊！烟烟银银，烟烟银银，我会觉得几中意咯。佢唔系话好甜，跟住咧，如果你觉得好闷嗰阵时，就咬爆佢，又酸啲，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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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系买特别嘅话咧，呢个可以买，应该就系得呢个糖先有呢一只味，罗湾和子。咁我哋咧呢段片咧就到呢度啦，多谢超强。咁想知道更多有关泰国旅游嘅嘢咧，就可以去超强系列咁样睇嗰啲片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就下一集见啦，拜拜。好的，那这次的抽奖活动啊，就是请大家去我的 IG 那边的 po 文下面留言，告诉我这次影片里面你们最感兴趣是哪一样的食物呢？以及要 tag 你们两位朋友哦，记得还要追踪我的 IG 啊。那我就要抽出两位朋友得到我在泰国买的包包，超好看的，记得要来抽奖啊！那。